Bobby 以自动化机器人之技术研发轮椅安全预警系统。Bobby 主要针对轮椅使用者视野死角的问题，尤其后方有高度的落差，特别不易察觉，因此轮椅使用者有跌落之危险。Bobby 装载于手动轮椅或电动轮椅的两后轮之间，随身自动提示轮椅使用者后方有高程距离之改变，减少轮椅使用者往后翻倒的危险发生。本研究利用超音波感应器、红外线侦测器、 Kinect 游戏机来作为开发距离侦测之装置。本研究将开发且评估一组新式轮椅后方安全预警装置 Bobby， 期望其评价之特点能普及于各式轮椅辅具。伴随着高龄化社会之趋势， Bobby 亦可成为未来高龄者照护的适用辅具装置之一。